神主，是魔童有眼无珠，冲撞了神主，害我神主原谅啊！请神主原谅，请神主原谅。这些人，我要原谅他们吗？记住，你是神主，以神主的风格行事。我是神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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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神主。神主风格行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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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主风格行事。吴家主、周家主，尔等不是要降罪于我？哎，不，我等。被小人蒙蔽，还请神主大人不见小人过。一句小人蒙蔽就想接过，未免也太轻松想了。拖出去！神主啊，这中间都是误会啊！是误会，是误会，是都是赵顺，是他蛊惑我们的。对，就是他，赵顺，他蛊惑我们的，不是我。赵顺、林清雪的账，我待会儿会亲自清算。至于你们。既然是个误会，那本尊就不再追究了，你们自行了断吧。